职棒联盟球迷大会热闹展开，四队的啦啦队轮番上阵，抢在球季前预先较劲。主场在桃园的拉米狗桃园队打出 Jump 的口号，希望今年也能延续去年气势，一起 Jump 到二连霸。希望今年我们能继续拿下总冠军，然后跟我们的口号一样跳上二连霸。谢谢。桃园队请出复仇者联盟击倒代表统一狮、中信兄弟象和义大犀牛的障碍物，象征击垮对手拿下总冠军，让球迷兴奋到不行。今年 Lami Girls 依旧是元气十足，除了新成员初登版，也送上新的加油曲目，带领球迷一起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Lami Girls。大家热身赛有来桃园主场跟我们一起 jump， 一起燃烧热量吗？想要挑战更多的自己，我们3月21号桃园主场见！哇中华职棒今年开幕战3月21号在桃园国际棒球场开打，拉米狗桃园以及中信兄弟将打响第一炮，新球季新气象，球迷拭目以待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桃园报道。